那淡水有很多的三板船，河面上有很多的三板船。啊，其实这也是一家饮料店。那你在这一家饮料店吃喝饮料的时候，你还可以看拿他的那个手工的船哦下来看看。哎，其实原来淡水有这么多漂亮的艺术家，他做这种小型的木船这样。那这是一家淡水的餐厅哦，他们也定时在跟很多的学校合作办理，像这个是办那个插画，现在就很流行那个插画展。那现在发到大家手上的哈、哦，这个东西哈、哦，有些事情大家可以就是淡水有把自己的特色店家做一些连结。那这个文宣有什么特色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文宣哦，除了基本的文宣功能之外，这个文宣还有收集纪念的特色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去创造了一个很全国绝无仅有的纪念章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家哦分成四个类别，特色商店又再分成四个类别，那每个特色商店哦会给他一个章，四种类别的商店，同一个类别都同一个章。啊，当然会有不同你店家的名字。然后你来哦，只要拿着这个文宣哦，逛了四家店家的章，你洗完那个土之后，你才赫然发现那一张图哦，其实是一个淡水一个画家的一幅画。你要逛完四个，去带完这四个不同的章，就会集合成一幅画哦。这跟一般你们家很多店家很喜欢让人家盖纪念戳哦，但是盖就是你店家的纪念戳。我们其实是整体性的一个戳，你要去逛四个懂不同的淡水特色店家玩，然后你来哦，只要拿着这个文宣哦，逛了四家店家的章，你洗完那个土之后，你才赫然发现那一张图哦，其实是一个淡水一个画家的一幅画。你要逛完四个，去带完这四个不同的章，就会集合成一幅画哦。这跟一般你们家很多店家很喜欢让人家盖纪念戳哦，但是盖就是你店家的纪念戳，我们其实是整体性的一个戳。你要去逛四个懂不同的淡水特色店家玩，你盖完你才会赫然发现，哎呦，这个章很有特色的，因为是一幅图，一幅淡水画家的一幅画，淡水的一幅画。那这样的文宣会不会被丢掉？不容易的。我认为我在淡水的经验是大部分都会带走，因为怎么样，它有收集的功能，它除了文宣的功能，它也有收集的功能之外，还有什么？它还有优惠的功能。当你盖完这个章，我才给我们这些店家很 get 哦，它不是一开始给你优惠哦，它是你盖完章再给你优惠，盖完这个四个章的时候，我再给你优惠。所以你去三协城饼店哦，你跟他买哦饼哦，你如果没有这个，其实你就是原价买，他绝对不会给你打折，但是他饼给你变没有加分，没有关系，但是。但是你盖完这个章，他鼓励他给你九折，他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九折，但是为什么？他在鼓励一种价值。洗干净。所以其实艺文让淡水其实是不一样，而且这种东西是很长期累积的事情啊，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可以去做到的事情，但是就是要长期累积。我举一个例哦。这是一个中国信托在淡水的分行，他去年才到淡水开设分行。那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希望他除了银行之外，他要艺文的空间。就是你进来淡水哦，啊，你要跟我们道别，这行李啊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在地化，所以他就提供了这样的。他就长期，他现在就是他的艺文空间，就是让淡水的画家可以挂他的画，他每一两个月可以换一次展。这只是一个小的案例说，当你淡水有一个整体的意向的时候，有整体的价值、整体的灵魂的时候，人家进来，你会去贴近你这个价值，贴近你这个灵魂，他会想要跟你学习，他就会不同，会在地化。那最近这个在展一个当代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。那像淡水，你若到淡水的老街哦，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学生穿了一些不同的制服，可以跟你拍照。我们不是只有泰鲁阁嘞，啊，淡水也有嘞。这是什么英国贵妇啦？因为什么？以前淡水的侯邦曾经当过英国的领事馆，
啊，所以很多英国的贵族，他在这边你喝下午茶哈、哦，他会在旁边陪你喝下午茶，跟你说说淡水的故事呢。啊，这个你去炮台哈、哦，他那个清兵哈、哦，穿清兵衣服可以让你一起照相呢。啊，这是半大学生的创意啊。什么时候才有？假日。哦，那其实我们淡水商家哈、哦、也有体验活动啊，就像这是鱼丸的体验，就是可以去 DIY 鱼丸。哦，啊，这是那个糕饼膜啦、啊，可以去拖那个糕饼膜，啊，这个可以玩布袋戏，所以其实淡水商家不是说啊自己条件好就可以停止努力这样，淡水商家不会因为假日人潮那么多就不再努力这样，其实淡水商家还是希望有一些方式让你可以留久一点，可以被一两家感动这样，所以其实淡水商家还我们，所以啊这个东西要不要钱？这不要钱还能赚钱呢。因为做这个一个150呢，哎、欸，啊，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做嘞。做这样一个 DIY 鱼丸，但是真的让你吃到饱，你中午去不用去吃其他地方，差不多吃这个鱼丸 DIY 就饱了，还可以带走。我们有曾经带那个国高中生，那么会吃的，他们还都要带走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你150去做 DIY， 啊，顺便就理赔你的餐点，就不用再去吃其他饭啦、啊，哎、欸。还可以啦、哦、差不多一般吃个饭要100块，啊，你吃自己做的鱼丸还不错啊，而且我们还有养生概念哦，我们的鱼丸鱼浆里面很多青菜，很多那个、哦，所以不是跟一般的鱼丸不一样，啊，可以做出自己的。哦，那淡水的泰迪熊哦博物馆，其实淡水这本来只是一家卖玩偶的店。这是去年才弄的哦，只是一家卖玩偶的店，它二楼是什么仓库在放它，因为它是台湾区的总代理，它的二楼全部是满满的熊，人家讲熊海也好，熊群也好，就整个都是熊这样子。那这件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去跟他劝说？啊，那时候他刚好是百货公司的淡季，二三月的时候是百货公司，因为周年庆结束了嘛，那他演的陶片全电影，那、啊、我就告诉他说。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？不然把你收藏的熊啊，他很多典藏版的熊，啊，我们在二楼把它清一清，摆起来好不好？啊，像你既然那么多熊，就把它摆成一个熊海的样子，大家拍照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他真的做了。那、啊、这件事情敢不？可是女孩子很喜欢啊。我每次我后来带导览哦，我发现以前带文史哦，带到一半台上被捅一被跳你，啊，就你哪边有？各种嘛，就是其实大家现在人对那种很沉重文化历史的东西很，啊，我都会到中间点带到这里去，让他们去跟自己喜欢的泰迪熊拍照，啊，这个各式各样的泰迪熊哦，各式各样的泰迪熊哦，的拍照的时候哦，哎、欸，到那里打野的又火起来这样。